小丑是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犯罪惊悚片，由托德·菲利普斯执导，菲尼克斯主演。影片以精湛的演技、强烈的氛围和深刻的主题吸引了全球观众的注意。影片讲述了阿瑞斯·菲尼克斯饰演，是一个在 Gotham City 中的糖果店打工的小丑表演者。他的生活充满了挫折和折磨，他不断遭受身边人的嘲笑和冷漠。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和困境之后，他的心理开始崩溃，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小丑。他开始进行报复和犯罪活动，最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和恐慌。这部电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，被誉为是一部具有深刻主题和艺术价值的作品。其中菲尼克斯的出色演技更是让人印象深刻，他通过完美的表演将小丑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，令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小丑这个角色的背后的人性和社会因素。影片也获得了不少奖项的肯定，包括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等。除了深刻的主题和出色的演技，影片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出色。导演托德·菲利普斯巧妙地运用了深层的色调和写实的场景，来呈现出哥谭市内阴暗的氛围和小丑疯狂的内心世界。每一幕都充满着艺术性和表现力，令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，也深刻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。总的来说，《小丑》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，它成功地将深刻的主题和艺术价值融合在一起，通过菲尼克斯的出色演技和菲利普斯的巧妙导演。